时空错展区，太有趣了。领队，这是怎么了？上次回来后就感觉有些不一样。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，只要能够加以利用，我们将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。不过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太累了，神奇手怎么制定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计划？是啊，还要我们一起陪练。要知道我上次拉肚子20次，脚还在发软。谁让某人的体能测试又没达标呢？不训练一下，补考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们回来了，训练得怎么样？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，我可是准备了一大锅炖汤呢。看时间，应该快好了。不要吧，还来？看来长臂也要粉转路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海梦？天然气停了，我还在炖汤呢，怎么办？太好了，海虫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太可惜了。要不我们到外面餐馆吃吧？不用去餐馆了，大家先看看这个。平西市突发天然气管道故障，导致全市大规模停气。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，导致大量食肆不能营业。据天然气公司报告，此次故障是因为管道中的天然气大量流失所致，不排除是管道大规模泄漏。天哪，大范围停气，这下麻烦了。天然气被广泛应用于家庭、商业和工业领域，如果没有天然气，我们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。而且天然气是易燃气体，如果真的是管道泄漏，会引发大爆炸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出发调查吧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什么时候可以复活吞噬？现在天然气管道的改道已经完成，我们将天然气转化成高效能量，马上开始唤醒程序。很好，开始吧。停业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查明原因，否则全市居民的生产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侦测到爆发式能量波动，位置郊外信号塔。好的，坐稳了，全速前进。机体激活即将完成。很好很好。啊，西卡，原来这次又是你们这些家伙在搞鬼。那又怎么样？那是你们这次来晚了。是吞噬。这下麻烦了。怕什么，我们能打败这家伙一次，就能打败他第二次。说的没错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日子里你连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，让我先教训你，再对付变形联盟。
啊，长官！啊！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该为你的无礼道歉呢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调遣，就不会吃苦头了。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听你的。他们在做什么？管他呢，趁他喘息，击倒他。好了，吞噬，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，消灭他们，一个不剩。按照当前的情况分析，胜算只有30%。我可以说你计算有误吗？我们分散一点攻击，一定能找到他的弱点。小心！看我的！哎！啊！呀！啊！呀！哎！呀！西卡，我们一起出手，尽快解决变形联盟。你擅自插手，就不怕吞噬怪罪你吗？还是你在质疑吞噬的战斗力？这！你看，变形联盟这次完了。强袭普利士！那是深渊普利士。复活吞噬已经完成。情况有变，赶紧撤退。不要追了，强袭普利士。强袭普利士。对不起，海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普利士，你们没事就好。我们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刚才的状态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，就好像完全控制不了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